都最后老婆生产时阵痛难过飙泪，他亲吻安抚。白社自动去孔脸书娱乐丁到美综合报道，今天是38妇女节，也刚好是38岁男星窦智孔儿子发福生日。一早他 PO 出老婆维文生产影片作为儿子周岁礼物。窦智孔回忆，从大腹还是胚胎开始，从他第一次心跳，夫妻俩每天都听住着心跳，然后用助于宇宙沟通的频率聊天，聊着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，与你分享我们的人生哲学。窦智孔一家三口感情甜蜜。白社自窦智孔脸书，他回想儿子第一个哭声很秀气很可爱，但那力量很强大很狂，一力的穿透了我的宇宙。窦智孔感性说，爱就是这么美丽，他要继续分享这爱，爱自己也爱世界。最后他祝宝贝儿子生日快乐，38的人儿都快乐哦，然后辛苦你了窦太太。窦智孔常在脸书分享和儿子互动照片，白社自窦智孔脸书窦智孔同时 PO 出老婆维文临盆时痛到不停飙泪，窦智孔对住镜头向儿子喊话，你看妈妈那么辛苦，以后要孝顺妈妈，知不知道？维维生产时，窦智孔全程在旁打气，好不容易生下儿子后，他还亲手剪脐带呢。相关影片，影片取自 YOUTUBE， 如早已出镜请见谅。